公室谁来晚餐，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，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。近年来，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成为头条新闻，但其实台湾社会有越来越多有理念的新农夫回到田间，为生产真食物而努力。今晚谁来晚餐拜访的，就是住在台湾东南角多良山上的一对夫妻。先生陈文辉53岁，热爱自己盖房子做木雕，他天性热情豪迈，很像火锅，朋友们叫他辉哥。他有个经典的口头禅，送这种的喝土鸡的是这种哦，没纳水，没纳水就送了。我听过飞啊，啊唔过安尼嘛送啊。关心台湾土地的他，想邀请谁呢？那反而呢，记得啊，林义雄、吴念真啊，李登辉。太太李文丽47岁，新时代农妇，常把反核食品安全挂在嘴边。她也有一个口头禅呢，生命的丰富度啊，非常的丰富哈。她又会想邀请谁呢？小农这块的话，太轻松了。哦，昆明贝，那个你昆明贝。在贵客上门前，我们赶快来认识这家人的故事吧。今天的东道主是一对种枇杷的夫妻档，辉哥和文丽。他们住在海拔700公尺高的台东多良塔罗山上。我们在说人在找地，地也在找人。我这块地哦，差不多2公顷啊，就是两家。啊，但是我现在实际做的就是这块，这块差不多比白差不多130，我看这块可能差不多就是5-6分左右。不会吧，这间长相独特却很美的小屋竟是他们的家。农闲的时候其实坐在这边，然后拿一本书哈，听个音乐，在这个地方空间里面其实很舒服的。整个空间我觉得就是充满着丰富这样子。令人惊讶的吱斋窗、架高的木地板，如此有生命力的屋子竟是学气管的辉哥一个人盖出来的。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一个货柜屋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货柜，好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搭出来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上班，所以这都是辉哥自己做的。整个房子其实比较像是有机体这样子，就是随着人的需要，然后不断的扩建，好，或者是调整。哇，今天天气好好哦。这间绿建筑有很多优点，水源就在山上，厨房非常通透，光线幽明，和绿色无间隔。夫妻俩可是相当满意。哦，拄到风台就足刺激啊！你敢会当感受迄个天公伯来伟大安尼？上次有个朋友过来，那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好，他就说整个房子就很像一个高级的猎寮。在果园边，辉哥又盖了一栋不到1坪的小楼，是两人的小窝，视野非常好。啊，这是楼梯，哎，会使起来看吗？要阮两个咧困的所在，阿头。无甲一平吧，你是问？啊，下底有囡仔，咱个装个。装起来。有些海湾遐，遐就放横村办啦。哦，啊，一只绿蕉呢，青绿蕉，真大声。这台湾话没？不仅房子自己盖，辉哥还是个艺术家，像钓到鱼的爽人、反核大头、微笑的头像，都是他的杰作。文丽可是很欣赏老公的呢。是姓陈的马代轩这样子。头，迄头我捡的啦，这个我用的。啊，这是敢那用一支螺丝卡掉的尔，尔了边的，安尼伊就起来。安尼比一个吧台啊，啊袂当煮咖啡。这个叫咖啡人生啊，咖啡人生吼，这后边是一粒咖啡豆啊。嘿，啊头前是一个人的意象啊。人吼有当时啊，拢想伤济啊，伤熬啊，就是。会被自己束缚住，所以这无多安尼正面拿出来，你必须要你要迄个委婉一下，还是讲侧身一下安尼吼，让他要转个身才能拖出桎梏，很像是辉哥和文丽的人生写照。过去他俩学气管，在大公司担任管理要职，忙碌的生活让两人想早点退休，只是这个梦来得很早，很意外。就是40岁以后，我就是要离开工作。很早以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。那时候辉哥刚好40岁。世事难料嘛，世事如棋，乾坤莫测，有无？敢那命运就来伊带对这个方向来。
13年前，辉哥任职的水泥公司因西进中国而关厂，他思考人生的下一步。当迄个转变要发生的时阵，就是讲他会往他熟悉的领域去走了。啊，也许就是因为有细汉迄个生活经验。辉哥的妈妈曾经务农，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当农夫。两人机缘凑巧来到多良，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地方。辉哥的资遣费正好用来买地，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美的一个地方？那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个缓坡，那草就长到那个大概差不多跟肩膀差不多那样子的部分，所以其实真的是被大自然那个感动这样子。只是家在高雄，却跑到台东荒山来种果树，当时辉哥的妈妈和姐姐都不能理解，也不看好。怎么一下就跑来这边呢？啊，我们有跟上来看一下，真的那个遍地都是那个野草啊，它长得还比人还高，我们那怎么开垦呢？真的也想不到它有这个毅力啊。为了分散中年转业的风险，还不到40岁的文丽选择继续留在职场打拼。有8年半的时间，他在多良与高雄之间往返。4年半前，文丽也真正落脚在山上了。辉哥常在讲说，我是一个喜欢工作的人，然后他是个喜欢过生活的人。反正那个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很重要，工作上的表现啊，还有他的升迁，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好的。所以后来也是因为经济的考量，然后所以大家就协调好，所以就后来就我留在职场，然后辉哥就是做农夫，对。只是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他们的中年转业一切就风平浪静，完全没问题了吗？夫妻俩中年转业，来到偏僻的山上种枇杷，戴头巾，穿胶鞋，当农夫可没有那么容易，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农事。全部这碗花是不是很像圣诞树？好，像下雪的圣诞树，很漂亮，我很喜欢那个枇杷花。秋天正是枇杷开花的季节，辉哥与文丽要替盛开的130棵枇杷树梳花，让每个枝条只留下6到8朵花。他们如此辛苦，只为了到隔年2、3月能有果实收获。哦，你收枇杷有一种惊喜的感觉，从透过的时候，哦，安尼点点点安尼哦，哇，水吧。天公伯啊，厉害无？所以吼，哦，水啊水啊，咱嘛是足幸福个啊，对啊，咱呼吸着足好个空气，吼，啊，看着足好个景致，吼，啊，享受着安尼土地，啊，足济个声音啊，万物安尼吼，其实迄个是种生活，我认为啊。回首13年前，辉哥刚来到山上时，像这样的好收成是根本看不到的，老婆不在身边。辉哥一个人种田事，不但喷药，也架水管灌溉，但是收成很不理想。啊，这原本拢种甜椒啊，无这甜椒嘛做好食啊，啊风太入来吼，啊就扫了了啊。啊，另外一点就是鸟啊好，鸟啊佫足爱食，啊5分好食4分尔啊。经历这样的挫折，让辉哥一度很灰心。山上的生活其实是喜欢的，那只是说他之前我们用惯性是有喷农药的。可是他的皮肤很容易过敏，所以他那时候喷完之后都很不舒服。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是太多。啊，起啊，吹个安尼，里里浪浪安尼吼，弄个甲天公伯啊干叫。真的，那时候真的。而文丽这个在台北长大的都会女子，更是经历了许多惊吓，一路把胆子练大的。怕虫啊，怕蟑螂啊，怕那个蜘蛛啊，那些的都怕死了。然后来山上的时候，一开始也是很怕黑。所幸转机来了，辉哥和文丽后来加入了荒野协会，又和一群朋友协力造屋盖绿房子，开始有了新的启发。他改种枇杷，不喷药，不除草。我婆婆他们一来看，就觉得辉哥完全都没有在做事，都在玩。果园让他就这样爬横体啊，你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最主要是要让整个果园的那个植物像丰富起来，然后动物像也跟着丰富。连有机肥嘛，无你都啊，完全就是讲吼，甲环境维护好，啊靠土地的力量，吼啊靠天公伯啊，吼啊对天顶来啊，伊就是天然的反映这块所在的风味啊，吼就是这个土地的气味。没想到养好了地，土地的回馈就很丰美了。
文丽看待动物的心情也变了。现在我看到蜘蛛很高兴，他都在那边尽忠职守的帮我们。那他会抓虫，对我们来讲，他就是我们的卫兵。毛毛虫，你看这边，他如果在叶子上或花上，我们会把它请下去。可是我们不会把它杀死，我们会把它请下去。虽然两人已经很适应果农的新身份，只是几乎没有邻居，难道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山上无聊吗？下来的时候就会比较贪睡，这样贪着说我的最爱就是睡觉，我就跟他讲没有，我的最爱其实是他。连吵个架都这么甜甜蜜蜜的，这对夫妻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下一段马上回来。J'étais dans le car et je me suis réveillée au milieu de nulle part. Entre les deux, je me rappelle de rien. J'arrive pas à dormir. Alors, docteur, votre diagnostic, résurrection foudroyante. Alors, on fait quoi dans ce cas-là ? Peut-être que t'es même pas capable de nous distinguer l'une de l'autre. Ça se trouve, je suis quand même. 复活，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公视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弟。我常常在看起来很平凡的人的身上看到很不同凡响的人生故事。今年年初的时候呢，我制作了一出6集迷你剧集，叫《含苞欲坠的每一天》。在公视播出以后呢，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回响。今年夏天推出《刺猬男孩》，说的是很多青少年、年轻人犯错的故事。究竟我们的环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？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。公共电视是很多诚恳的创作者最好的朋友，我相信也是大家生活里一扇干净的明窗。希望大家可以热烈的支持。捐款专线是02263399922，划拨账号是19213335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东道主辉哥和文丽13年前从高雄搬到台东多良山上当果农，曾经有段不适应期，现在很享受山上的生活。尤其完全不必担心吃的问题。春天2、3月是枇杷成熟期，气候好的时候可以收成600箱，但枇杷也很娇贵，稍有碰伤就不能卖。文丽都会留下来熬枇杷果酱。每到收成季节，辉哥的妈妈和姐姐都会从高雄来到台东帮忙。先剥皮，然后经过2道的那个电锅，然后蒸熟。大家很细心的帮枇杷种子去皮，因为那些种子是可以增添果酱风味的呢。这很费工啊！来，一，二，休息。这几年来，看着辉哥与文丽合力把农事做得不错，妈妈与姐姐放下先前的担心，现在很喜欢上多良来走。